大地餐桌它就是用心，如何让客人知道说我的诚意在哪里，想要让人家知道台东的美在哪里，但是食材的美，所以我们各家都有自己的坚持，因为我们的坚持让你们看得到台东另外一个美在那边。大地这两个字，除了就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食物之外，土地上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。我们不帮你当客人，帮你当朋友。人家说台东土地很黏嘛，所以我们希望它让它更黏。还有人是非常的息息相关的，没有人没有土地就没有办法做出餐桌上面的料理。外县市的大地餐桌可能跟台东的是不太一样的样貌，很庆幸的是台东的大地餐桌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风格。